相对简单，听前奏猜歌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腾哥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后猜到一秒，我们都能跑赢他，因为我们有小童的腿。一步就上去了是吧？小童一个劈叉，啪，剁在那儿。没见过南极先锋，还没见过鹤吗？小童啊，可着了。准备好来，第一首前奏起。我们先。你说，他说不一定对，对。沙利翁什么？沙利翁是谁？是谁把你送到我身边？送你来到我身边。花花，歌名是什么？歌名。歌名。看着傅老师的眼睛说，就刚才你唱的那句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这是歌词，这个不是歌名吗？这个不是。对，接受惩罚。哦耶，漂亮，太丢人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你看他错了吧？那我知道啊。小妖，答案是。天竺少女，正确。天竺少女啊，对不对？《西游记》里那集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那你刚说是天蓬少女，那是你。天蓬的是元帅。花花抢得很快啊，但是光抢对了歌词，歌名卡住了。是身负重任，一会儿靠你了。好，下一题，请听前奏。我拿着，小酒窝。哇，厉害！那个宁夏。小酒窝，对了。身负重任，靠你了，太厉害了。麒麟，看吧。我刚才在你们俩那看到了 CP 感，你俩来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来吧，合作一下，唱一下。我以为你答错了。没错，你人这就要把满了酒量，感觉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，一辈子暖暖的好。最后一句不用唱了。再唱一句。我永远爱你到老。好听。好，下一首请听前奏。哎呦，我又遛弯回来了。江南。七怪，回答错误，不是江南。沧海一声笑，回答错误。一千年以后，《笑傲江湖》。回答错误。麒麟，姐不陪你了。我也不玩了，姐。算了，你再放一会儿。接着听。哎呀。张艺谋的哪一个啊？是不是啊？十面埋伏。什么玩意儿来着？这，那么耳熟呢？这什么歌啊？哦，辛苦。花花，答案是。就是你心里想那个。霸王别姬。千年。没事，千年等一。哎，不对，你看不对。金贵妃醉酒。郭麒麟回答正确。金贵妃醉酒。
哎呀，这乖孩子老也不喝酒，是猜不出来这种歌。好，来继续啊，请听前奏。对，是的啊，是上天。不对，不是吗？错了吗？铜刚的那个叫那个精忠报国，对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对了吧？回答正确。太牛了，不值得炫耀。这谁家孩子这么灵？你说是这样的？太牛了，行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这个和那个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前奏非常非常像。有点像，有点像。嗯，好，来继续啊，请听题。来，都别动，都别动。来啊！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看清我自己。那叫鸭子是吧？行了行了，一首歌都唱完了，下来吧。鸭子，鸭子，鸭子，鸡呢？鸭子，鸭子，鸭子，鸭子。回答正确。鸭子啊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。看出了年代感，我们也确实猜不到了啦。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。好，来下一题，请听前奏。来打一下，来打一下。洗手间了，黄死我了！说吧，说吧，说吧，什么呀？说吧，我干嘛了？我就说，我注意力全让潘哥带走。潘老师是去洗手间，你抢他麦了。我刚才我怕潘老师，我扶他一下。咱俩谁跑得快吧？你跑快，我跑得快。你跑快，你都快到家了。我跑得快。放的什么？都没听见。我确实没听见。冰雨，去边的。郝老师，回答正确。哎，我没说错呀，我刚说了半天冰雨。人说了半天冰雨了，你们干嘛呢？不，那你没有对着这个麦克风说呀？你们重复贾玲的话干嘛呀？你上来干什么来了？你。来，下一题，请听前奏。套上一脚。哎，我说完了，我。这确实太妙，这提醒了我，确实。我跑不过他。太鸡贼了，这题太鸡贼了。哎，这是套路。对，我还不知道什么呢。蔡老师套上一脚。蔡老师，咱们能不能不边跑边说答案？套上一脚。因为我好不容易知道你了，你看给我哥气的跟关公似的。最后一题，请听前奏。听着啥了你们就冲？青青花瓷是吗？回答正确。很不容易，我的
音箱嗡嗡两声，他就猜出来了。鼓刚一出来，你就猜对歌名了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这个。这是我老听的周杰伦的歌。年龄小，只听过这一首带鼓的歌。这解释合理。好，第一环节咱们这边获胜了啊！哎呦，下一个轮呢，难度要升级了。下一轮我们玩的是混合猜歌名。这轮我们将会给出3首歌副歌部分混合的音频，根据听到内容，最先猜中3首歌的队伍获胜。一首都听不明白呢，考你的视唱练耳了。3首都要猜中对吧？对，都要猜中。我们这边一个问题都没有，那边简直了。你们那儿有花花，还有什么问题？花花是身负重任，一会儿靠你了，一会儿靠你了。请听题。谁来？小苹果啊，小苹果啊，小苹果，这都不好意思上去说的。其他2首不知道，啊？一共3首呢，放了。不，他们刚刚就放了一首啊，3首啊。还有你这耳朵。你刚刚说的什么？小苹果啊，还有吗？没有了就下去好吗？没有了就下去。刚才只放了小苹果。对，你给我下去。那你说，我不说。你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下来？我这有人说呀。来，再放一遍。小苹果和那个留下来那个歌叫《最炫民族风》，还有套马的汉子，套马杆，对，3首歌，对不对呢？回答正确。哇，你看我吧，真的假的？对吧？3首歌全对了。哦，全对了。哇，全对了。他耳朵太好了。我就想问一下肖央，怎么就能听出来只放了小苹果呢？对，我以为是杂音放混了。杂音，这种题啊，我觉得我们都不用抢，我们就晾他们啊。真是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谁家孩子这么争气？这简直就是 KTV 不同的包房，那声音混一块去了。继续啊，来下一题，还是3首歌混在一起的。想拦他们，我听到我是一只小小鸟了。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别的，赶紧回去啊！没有别的，赶紧回去。那你上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给你们吃成小小鸟。再听一遍。OK， 我知道，稻香江南，还有平凡之路，对，对不对呢？花花回答正确。哦耶！我们正确了。对。中国好耳朵，太难了。花花，站这儿，让他们看看。不是，你侧面对他们，让他们好好看看耳朵。你看看这耳朵，这不是你有一种看看这结构卖熟食的感觉，你怎么有一种？羡慕不？混合猜歌名还有一题，请听音乐。开始改变。
不，耳朵不灵吗？上去，我去，不行，这会儿堵上了。等会儿，我怎么感觉还有一段相声在里面？还有一段相声，猜出一首也能先说啊。那我先说一下哈。好，来，爱情三十六计。是吗？爱情三十六计，啦啦啦啦啦。再放一遍行吗？再放一遍。哎。你不是再来再来再来想没想起来？你怎么再放一遍啊？再放一遍，你得上那儿听去啊！那你上来干啥来了？上那儿听去。啊，最爱你，主要是你的。你看看，这啥？啥？爱的主打歌吗？一个爱的主打歌，一个爱情三十六计，还有一个他们小幸运好像是什么小幸运啊，你说一下小幸运，他喷喷你。我不是一个好姐姐。来来，我来来，你乖啊，乖，没事啊，乖。姐，对不起你了。是，看我七十二变，对吧？没喷我吧？对对对，还有呢，那就这三个说完了，说重说一遍，来，三首，三首，这个。爱情三十六计，爱的主打歌，爱的主打歌，爱情三十六计，看我七十二变。哇！漂亮漂亮，小童好漂亮。这俩我们刚说过了。小童好漂亮。耶！幸福快车，回答正确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来来来来来，别，来来来，我就不管了，我俩唱，你给我唱一遍《幸福快车》，唱一遍，我唱一遍，你听出里面的哪一句了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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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唱。哎，你看他们俩在这主持个节目，好意有意思吗？你看，我俩就不要脸了，你就说吧，不是我唱一遍。百合告诉我的。快车好像，幸福快车。你放一下呀，放一下，肖央就会唱了呀。单独放一下《幸福快车》。行，可以，来单独放。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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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一说都会了，把你们能的。这轮获胜的是这边。两轮过后，双方比分是1-1打平。比赛还有一轮，还有一轮，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为什么呢？挑战的是把歌曲倒着放。啊，那倒着放完全是另外一首。我知道这个特别难，这个非常难，因为你根本听不出来的东西，非常难。这个，那这个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对我来讲，只要不是正着放，都可以。就输了，就都不算磕碜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倒着听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小心导演组的设备啊，你看节目组的设备。可以，来来来来，倒放猜歌啊，来，请听题。那个吉祥三宝，你是要猜这个吗？是我猜对，我想等他说完我再说。啊，你以为他猜会猜错？刚刚听到了那个内蒙古的那个马头琴的那个音色，然后听到唱法也是。我们三个。
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。哦，花花太厉害，这都行啊！太厉害了，也是运气好。鬼才，鬼才，鬼才！一般有实力的人都说运气好啊。来听下一题。这个是应该是那个热狗哈狗帮的五环啊，五环之歌。哈狗帮的五环，那你太幽默了。哈环之歌是对的，对了。哇哇，你怎么太神了？哇，太厉害了！哈狗帮还有五环呢。你那不是说？老虎，把手伸在手，老虎不能不是老虎，老虎不是。这是五环，五环老虎，五环老虎，五环什么都不管，我现在就上五环。歇会儿吧你。过来，过来，让他们看看，让他们看看。哦，哈狗帮也唱五环了？有，还有的。哦，我就想问一下肖央和付笛真老师啊，同样作为歌手，什么感受？那有些歌手的歌我们是不听的。我们这边来个音乐大咖，结果到这是个废材。不是，你说这谁想起来的这个主意？听着是费劲劲儿的，是吧？就是听着费劲劲儿的。再问一下郭麒麟啊，对于五环之歌最了解的人应该是你呀。是一播我就有点恶心，一播。听的太多了，本来那个能说上来的，由于这个干音，没赶上。我宣布一下，目前双方的大比分2-1，获胜的是沈腾队。耶，哦耶！同时呢，这轮获胜队依然获得两个红包啊，输的这队获得一个红包。婆婆妈妈，婆婆妈妈，凄凄惨惨，那个是是非非，洋洋洒洒啊，这个好，班长，懵懵懂懂，哎呀，好词儿，这班长表现相当棒，相当，那可不嘛，卿卿我我，哎呦，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包包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郁郁葱葱，有文化，有文化，这好，这好，纷纷扰扰，可以。白白胖胖，慢慢悠悠，慢慢悠悠啊，慢慢悠悠是。好的，鹏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慢慢悠悠，快快乐乐。那个絮絮叨叨，絮絮叨叨就是鹏哥嘛。七七八八，勾勾圈圈，怎么的还压着了？麻麻来来，什么玩意儿？麻麻来来，麻麻来咋写？啊，麻麻来来，来怎么写？你看腾哥的脸，你就知道了是什么。贾同学，贾同学，成语。那刚才白白胖胖是成语。白白胖胖很贴合。成语那个是俗语啊，来继续。星星点点，哎呀，好的，漂亮啊！东北话，坑坑洼洼，坑坑洼洼跟喇喇叭叭有什么区别？我说的是麻麻来来，你还不如我那喇喇叭叭呢。对不起，五秒钟，来快，5、4、3，浩浩荡荡。火火火火，这是看吧，这是机器人。纷纷扰扰，说完了，我过了。纷纷扰扰，凄凄惨惨，说过了。凄凄惨惨，平平淡淡。哎，光话
流。呱呱乱流。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最后统计出来，青春队多错了一个。我们四个人答了五个人的题啊！确定吗？确定。都不敢相信。我怎么觉得这个班的态度要好一些？倒也是。那个并不加分啊，主任。现在我们第一轮的第一小题暂时是王牌班领先，我们来看看第二小题。A B A C， 你看跟我们校长难的。腾哥还在理解什么叫 A B A C， 没，他在想那个还有什么呢？除了白白胖胖以外。青春班，请率先回答。我来吧。不会上来就卡着了吧？三天三夜。啊、对的呀。两天两宿。不是，不是。第一个是你们，三天三夜，两天两宿，两天两宿。三天三夜，其实应该分。应该，你看，你看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认为吧，第一个上来的其实就还可以啊。但是我觉得三天三夜完了之后，有人说两天两宿是有点过分。那如果要这么说下来，七天七宿也未尝不可呀。来，开始。人山人海，非常好，有文化。诚惶诚恐，漂亮。上吗？上上。哎呀，啊，别喷我。一板一眼，漂亮。忧国忧民，很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不卑不亢的，不卑不亢，不卑不亢。不伦不类，哎呀，很好。能屈能伸，哎。绘声绘色，人见人爱。完了，要说话电话开。我看这你这纯属捡破烂的，你这就是车见车载。你给我解释一下车见车载这个词的理论依据。哎，你问社会上，社会上这么流传，流传很多年了这个说法。百发百中，这文化呀，腾哥。关键时刻你还得看师弟。多福多寿。多种多样。还漂亮。多姿多彩。多伦多事。什么东西？啥玩意儿？多伦多。多伦多。多伦多是什么东西啊？多伦多，石老师，什么意思？这个词解释。多伦多这个城市。这也刺我。不是，咱是刚开始多字辈的。石老师，啥玩意儿？这都不行了。北京市、哈尔滨市都行，多伦多市不行。计时了啊！五、四、三。二快，踱着方步就去了。谁敢喷我 ？V I V O。嗯。他说什么？V I V O。怎么不给挂冰山一点面子呢？你们小看了广告商。你们认为广告商会接受这样拍马屁吗？我认为会的。但是我们考成语好不好？太过分了，成语，成语，成语，五四，独来独往，独来独往，独来独往，二，独来独往，好，如泣如诉，好，这个好，如诗如梦，如火如荼，能说会道。好，我为什么？你这不是 A B C D 吗？啊啊！我们比他们多错了几个？好多个。
惜败，惜败。好，第一轮王牌班错的更多，那恭喜青春班就得到了30秒的加时。接下来是第二轮动物题，成语当中需要带有两种动物。妈呀，两个！比如说啊，虎甲虎威是不是两个动物？嗯。哎呀，把我刚想好的给我说出来。嗯。是两种动物。两种，不能是两只动物。虎虎生威是不行的，对吗？对。青春班，请率先回答。虎啸龙吟。嗯。龙马精神。好的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龙凤呈祥。这都是吉祥话啊。卧虎藏龙，好，龙飞凤舞，说得好。嗯，鸡犬不宁。快，弟弟，你得想一个攒那，救命了啊！想一个攒那。来，再补上补上，续上续上续上。哦，这，哎。鸡鸣狗盗，好的吧？鸡飞狗跳说过没？没，上没有鸡飞狗跳，那就对不起鸡飞狗跳了。杀鸡儆猴，猴，龙争虎斗，二龙戏珠，二龙戏珠，你回来，可以啊，猪猪，不，咱是那个猪，那个猪，俩字不对。补上，补上，补上。猴年马月，猴年马月。续上，续上，五四五。花花，你攒的呢？攒的呢？花花没动过。攒的攒的东西呢？哎，快去！花花，哦，对，哎，一箭双雕。我让你攒着，你攒半天。鼠牛虎兔，龙蛇马羊。还有猴鸡狗猪是吗？哎，我不对。哎，快补上，快，快！哎，三，哎哎哎哎哎！哎，到我们了，我们了。哎，我们吗？你们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时间快到了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们了，快快快！蛇鼠一窝。哎，这算我们的啊，我们的了，这是啊。哎，真的？哎，这现在是我们的时间啊，你可到你们了，这回到你们了。他们。虎踞龙盘。哎呀，嗯，螳螂捕蝉，田鸡赛马，这算了吗？你不能就一个人打，咱不但就一个人打的啊。这样，同学，我们现在改规则，韩同学你不用下去，你上来，一个人说10个，来，不能那么，来来，你说10个。韩同学，你不能这么羞辱那个班级。快，五五四，往上上。上上求助一轮呗，有还有，没有求助，求救，狼狈使徒，什么东西？狼狈使徒，狼狈使徒，好过了，来你们上，人模狗样，人要动物吗？动物啊，高级动物，高级动物，到你们了，最后10秒。说不出来就要宣判了，最后一个词儿，最后一个词儿啊！不，那个什么，你快去班长。风马牛不相及，这也行啊？那当然可以了。太行了，你这个。好了，时间到了。刚才的小环节，青春班获胜，整个大游戏青春班胜，恭喜青春班再获得30秒。太不容易，太棒了。可以的。哎，我们一局都没有赢啊。哎，咱们可赢了一小局啊。这一轮还有一题，要求成语当中含有植物。哎呦，花花草草是吧？植物的成语特别多，能举一个例子吗？哪有一个有？哇，植物！你看，来了，沈同学，红杏出墙。呀，你知道了。哎，举的这个例子挺好的，那就算开始了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口有可能只有这一个。没错。青春班，请接上。寸草不生，草木皆兵。你看看，拈花惹草，路边野花不能摘。昙花一现，哎，哦，这个好的，漂亮。草木皆兵。
说过了，说过了。花落谁家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花落咱家。落花流水。落花无情。哎，我忘了，走过来，不，等会儿，风花雪月，对对对，风花雪月。桃红柳绿。哦。硕大招风，胸有成竹，镜花水月，麻木不仁，马有木，有木，我刚想说啥来着？太极推手不？我刚想说那个梅兰竹菊，哎。漂亮漂亮漂亮，寸草不生。说了说过了。木已成舟，木已成舟，好，木已成舟，这个那都说成舟了，都你刻舟求剑。不是，那舟，沈同学，舟不是木。沈同学，木已成舟里面的植物指的是木，不是舟。好，我刻舟求剑指的也不是舟，是剑。剑是金属制品。剑是木的。剑木头。好剑。我都不想帮你辩解了都。花好月圆。呆若木鸡。草船借箭，有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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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枯木逢春，哎呀，鼠目寸光。我听着都闹心。鼠目寸光。花花世界。蕙质兰心，花花公子，这他怎么花公子也不行？到我这儿，怎么什么都不行？怎么什么都不行？气质如兰，囫囵吞枣，花红柳绿，孔融让梨，土气若兰，南橘北枳。雾里看花，萍水相逢，金枝玉叶，望梅止渴，世外桃源，梅雪争春，火树银花。哇，哎，我发现你说的词儿都是跟花有关的。镜花水月，花好月圆，雾里看花，火树银花。时间已截止，我们再补一个草菅人命吧。好，要补一个，你们要不要补一个啊？投桃报李。投桃报李。好，要不要再补一个？桃李满园。桃李满园。我觉得双方已经刹不住车了，这是一种求知的精神，对，非常值得推崇的。最后宣布一下这一轮的最终结果，刚才的小环节，青春败胜。去等待啊，我跟腾哥给你们发个糖。哎，对，我叫小沈阳，你们也叫小沈阳。Dance d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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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ica。 好的，九妹九妹，哎，可以可以。哇，你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啊，这，哎，没毛病啊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。五四，你快去。三，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江。
香师傅。自己配了个猴。没办法，被你们逼的呀。爷爷想起妈妈的话，妈妈啥玩意儿？妈妈不是人名。这海洋好冷啊。我刚想忘了呢。五四白龙马蹄儿朝西，驮着唐三藏小跑仨徒弟。小邋遢真呀真邋遢。好，接上。是他是他就是他，他的名字叫小哪吒。这看了多少动画片啊，就是。你若化成风，我化化成雨。怎么样，是什么呀？我化化成雨。对的呀，我的名字吗？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。哦吼，黑马警长。啊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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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。快快，四五四三三二一，别，我还没开始。五秒结束。五四你三二一，超越自己，一起飞。谁呀？谁？谁呀？谁呀？杨超越啊！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在那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个蓝精灵，他们聪明，哎呦呦，咯咯舞。有两个人名，厉害了。爱需要真的勇气，流言蜚语，对吧？这怎么的？流言蜚语是谁呀？这流言柳岩啊？柳岩，对呀。不行，这不算，这说不通。Angel Angel， 盼望你在我身边。对，没错。爱你，我不能在后边。爱你，你就是无法忘记。爱你，那我刚唱完了。不是，这个不是，不是王杰的爱你。爱你，我不能。我是阿杜那个安妮 Andy 对 Andy Andy， 我们不唱过 Andy 吗？ Andy 他是 Andy， 你们是 Angel。 对，那等会儿我们还有别的 Andy 来。莫妮卡唱过了，有唱过了。二没这歌吗？唱过了。Dance, danc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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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ica。 啊，真的？那我还有，还有，我都想揍你一顿，莫妮卡。你这怎么还自嘴呢？哦 ，baby，baby，baby。Angelababy。Baby，Angelababy。梁山白竹影台。非常好啊，我们两个名字啊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朱丽叶，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。两个人名。我的妈呀，广东歌可以啊。可以可以，只要有人名就行。如果我是陈奕迅，这句话太吸引。陈奕迅啊，可以。Hello Hello， 你好周杰伦。还有十秒钟。山歌好比春江水来。不是人呢？人呢？三哥。刘三姐啊。二舅呢？好，时间到了。刚才这轮游戏呢，我们双方打成了平手。哇哦。你爱我还是他？一步两步。摩擦，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。One two three go，
管你什么想法，我是我自己的表达，管你什么看法，我的世界我的浮夸，我呜呜呜呜，我管你说的多复杂，我呜呜呜呜，我不要被谁给教化。花花一直在强调要有一个鼓的节奏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就很好了。你一直唱，你能唱几首、啊？我就给你个鼓的节奏，你唱，你唱。如果你不喜欢听我的歌，请闭上耳朵，接下来要打开杀戒穿透，一直到达，让你崇拜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大声的尖叫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情深何来，生死难猜，用一生去等待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哥，哎呦，还最近还不错哦。过奖过奖，嘿嘿嘿。黑的白的红的蓝的紫的绿的，黑的白的红的蓝的紫的绿的灰的黑的，可劲儿编。你的我的他的他们的，这么像擎天柱唱的呢。喜羊羊美羊羊，对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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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他啦啦啦，小叮当帮我实现所有的愿望。叮当猫，叮当猫啊！舒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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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飞机的舒克。好，贝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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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坦克的贝塔。下一个题型也很有意思，我觉得比人名稍微难一些。哦。要求唱的歌是带疑问句的歌。疑问句的。快来哦，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？疑问句，疑问句。爸爸、嗯、我们到底去哪里呀？正确。爸爸那萨古鲁的尤威。这是翻译是吗？这都能过，这唱的是一样的。不不不，那是那个吉祥三宝嘛。对，吉祥三宝的那首歌。那三路有为。等等等等。咦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天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正确。怎么这么好看？芭比，你唱过小星星吗？唱过了。你玩够了没有？好，正确。你唱的都这么苦口婆心的。哎，没娃的要过河，拿一个来推我嘛。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已经回答完了。谁回答的？我来。我来。我就来推你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正确。接下来还有问题呢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可以啊。是谁？又来一遍。送你来到我身边。可以可以可以啊。对。为何爱判处众生孤寂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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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谁在唱歌温暖我心窝？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？好，正确。好，哎，我这把还急死我了。
来，花花是谁？他为啥那么不急啊？我也下回这样。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？正确。是谁？又是谁？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。再见我。敢问路在何方？正确。是谁？花花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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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心啊，留下是吧？是谁的心呐、啊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到哪里去？娜姐，这是个回答，你去哪儿啊？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啊、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正确。对。是谁来了？是谁？是谁？谁偏？而且哎，我们这边只派出了一个人，这三个大将还啥也没占呢。五四啊，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我又错了，我又错了。谁伤害了我？又是一句回答的。你伤害了我。我现在问的都是啊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这个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吧？这可以。是谁在练太极？风生水起。正确。我们输了，谢谢。我们还有很多存货，还有存货呢。你们别存了，留着下一期用吧。我们投降了。我们接受。好，这第三轮物品接歌啊，根据传送带随机给出的物品进行主题接歌，直到物品消失，下一件物品出现就更换主题。请关注传送带。第一个物品主题，请看。这什么？哦，火腿，火腿，接歌开始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有火，哎。火小苹果。知道知道。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，猪头猪脑猪耳朵猪尾巴。走四方，路迢迢水长长。就靠这火腿走四方了，是可以的。走四方。抱一抱那个，抱一抱。火风的歌，火风的歌。火风的歌。好。我是一张弓，暂时一颗钟，不动不要说如钟，走路一阵风，走腿。你就是火，奇怪的造型。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。
一个物品要出现了是吗？不知道，哎，来了来了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吹风机。吹呀、啊、吹呀、啊，我的脚放纵。想要和你去吹吹风。啊。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风吹。好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。陈远婷。嗯。上上上接。这是什么？黑眼睛都可以啊。吹风机跟吹有关的。鸡也行。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。怎么吹呀、啊？他吹的黑头发。头发。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。哎。头发甩一甩。啊啊啊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。一看就东北人，雨做的云。风雨彩虹，铿锵玫瑰。下一个来了，下一个来了，下一个物品来了。下一个主题，灭火器。灭火器。啊，又是火。火火火火火。我唱过。唱过了。火。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火红的太阳升起来呀。你什么情况？有这么一首歌，不骗你。红红红颜的红叶哪里火呀？红的嘛，红的嘛。啊，红的灭火器。红色的火焰。嗯、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你就像那动态里的一把火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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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这自己的歌憋了那么久呢，忘了。哎呀，我那个歌，我那个歌里面的火是在哪儿来着？只有我，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，等待着火。我看这个，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声。好像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哎，时间哎哎，快上！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整一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队。啊，又是我们吗？天哪！接下来呢，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。王牌对王